这个慧文，这个高级的特侦组能不能够处理这么棘手的事情？不能讲他高级的，他是在最高检察署看，他一般都跟一般检察官一样，档案啊也没比较厉害。我常讲啊，特侦组成立一年多啊，现在这还没起诉案子不算，那已经起诉案子，哪一件你满意的？一件就好，哪一件你满意的？连特别费都办不好，就要办阿扁的案子哦。我不认为朱朝亮跟吴文忠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就当然他们涉案的状况不一样，但是对案子是有影响的。我刚跟友豪兄一样，我认为案子是有影响。等到案子真的发生影响，会影响到大家对扁案的这个信任程度的时候，不是朱朝亮甚至陈聪明可以负责的。所以继续拖没关系。好，从我第一个小时我就讲到现在，继续拖没关系，反正绑绑啊，我给你。真的会影响到。